哦，那你可以凑搞蛐蛐，调蛐蛐哦。这东西还蛮新奇的，因为我们这人用力不要太大了。那你下面的木板取掉了。你那个是干什么的？哪里？哦，拉力。哎呀，坐一坐，我这穿高跟鞋累死了，下次我上平肩鞋出来了。你们不等一下要下班来吃饭了哦？啊？哈哈，饭还是要吃。我给你这个风扇拉过来一点，你走路也不好走。嗯。